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补选，这乌道基地吵到正热。国民党的王宏美，及其民进党吴怡龙是前国七国分黄兴国伫咧背后咧操作的，呛吴怡龙唔敢建议党中央甲黄兴国开除。吴怡龙表示，这民主政党有一定的天数爱行。另外，王宏美也提出核资核三厂延后独立想法，这也予吴怡龙批评讲，这政策袂当干那画口符呢。日前甲民众活动，国民党立委补选参选人黄宏美初步出席信义区行政大楼开幕典礼。针对选择一进前集期，民进党参选人吴怡龙是前国一顾问黄兴国的家里，而且国讲有乌道背景，呛吴怡龙敢加建议民进党开除黄兴国。吴怡龙初三也伫面前发文，呼吁党中央说明立场。政治不是很爽的。民主政党、民主政治也是有程序的，不能因为对手阵营，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指控、国民党的抹黑，我们就开始左开除一个党员、右开除一个党员，这不是我们的做事方式，也不应该如此。这不是我喊话，是吴怡农自己对党中央喊话。吴怡农他的那篇脸书也是这个发好玩的吗？还是发心酸的？另外，之前黄宏美讲要对国际趋势，伊支持核资核三厂演绎，这个想法嘛受到吴怡龙批评。政策跟政治不是喊口号，我们不能靠喊口号来决定我们的政治方向。我从这个礼拜开始，透过每一个政见发表会，会一项一项的跟大家报告。美国、日本、欧洲、南韩啊，都有把这个核电厂在做演绎，这是不是跟国际接轨呢？所以吴怡农先生，当你说我是口号的时候，我先请你做做功课。针对乌道基地，民进党团也建议要修正公职人员选拔法第26条，规定牵涉到乌、金、青、毒的人未使参选。黄宏美表示，民进党讲要扫乌，同一天内政部长徐国勇就讲要落台，批评这是一件离经的代志。记者郭柏坤、张水台北报道。